早安，现在6:28。昨天阿仙拆铃，把其中一根管子就是再去撞到，然后底下的脚断掉了。后来我是就是脚断在里面，我就是把整个拆掉以后，把脚想办法弄出来，再把接点靠着而已。所以现在最右手边这个有时候会有点接触不良，我可能还要再买个管子之类的，不然我相信那可能过一阵子就不行了。好，先开灯。今天没有睡过头了，最近天气冷，真的是非常好睡。哦，我要。阿优想吃，阿优要吃这个饭团啊。这饭团是一个，就是全家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口味。然后，这个等一下我会跟他一起吃。然后，天呐，昨天一直跟我囔囔说他要吃马铃薯泥，就是 IKEA 的马铃薯泥，可是。我刚才想了一想，才发现我们家没有鲜奶啊！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他做马铃薯泥。今天可能就真的要去全联了，也有一阵子没有去全联，帮他买一个马铃薯泥的鲜奶。我要干嘛呢？我想一下，我就帮他做一个蛋饼好了，也好久没有做蛋饼给他吃了。我觉得我们的冰箱真的算是挺满的，奇怪为什么总是没办法把它每次快要消耗完了，然后又有了这样子，好，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。有人的闹钟在叫了，没关系，我先找一个蛋饼皮。蛋饼皮在这。好，阿优又吃那个饭团。什么在叫啊？是哪一台在叫？这台。然后再一颗蛋，还好我鱼蛋饼天哪也爱吃。救命！今天一样，下午3点啊，要去经纪公司。昨天中午有去，就是也是跟经纪公司去谈一个合作啊，就是有关我们今年的怎么讲呢？今年整个冬天应该，整个寒假我们应该真的会也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寒假，我们应该没有过过这样的寒假。就是一放寒假，小朋友就会飞到宿务，不是宿务啦，我说错了，就跟我们一起飞到长滩岛，对，不要一直讲错。然后飞到长滩岛之后，就是去游学嘛，就是去体验一下，这是一个合作的计划啦。其实我们原本就想去，那只是说，当然有这种合作的对象，又是很大间的一个。代办，这是第一个比较特别的合作。那回来之后呢，就过年嘛。过年的行程我们还没有确定，因为也还有一个合作在谈。那这个合作有没有成，我是觉得没有关系。
就是有成，我们就去；没有，我们就自己在找过年可以去玩的地方。去年过年，因为今年就是会一样带着我爸我妈一起去啊。因为今年算是我妹明年就出嫁了，就是今年订婚，所以我妹会陪我们过今年，算是比较最后一个比较完整的过年。所以我也是想说啊，带他们去哪边走走。每个人都会有过年的计划。你们今年过年会想去哪里？我们其实去年的过年是挑了1万块的商务舱飞到上海。其实过年的时间去上海，去一些大城市的机票都很便宜，也没有想象中这么贵。其实最喜欢很多尾鱼啊，放到多加一点。这样算爆多尾鱼吧。外面早餐店应该不会加这么多尾鱼吧？差不多叫他们起来了，不然又会睡过头。等煎完这个，然后跟姐姐讲一下，没有马铃薯泥。OK，好了，这个是阿优的饭团跟姐姐的蛋饼，还是没买鲜奶。我觉得这天没去全联，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冰箱真的太多东西了，所以就可能就想说可以晚点再去。然后所以一直是拖着，要把它捡起来。今天比较开心，就是我今天可能会早点到公司或去公司出一些事情。今天有一台很小的空拍机是 Mavic Mini，应该今天会到公司。好，我叫姐姐下来了。现在冬天哦，他们姐姐起来喽。哦，姐姐没，我跟你讲，没不能煮马铃薯泥，因为没有鲜奶，要买鲜奶。我帮你煮鲔鱼蛋饼了，煮好了，加超多鲔鱼，有够多的。然后让你要他的那个你的这个房间有点太乱了吧？那拉你起来。好，我没拉链，我刚好发现姐姐还是在撒娇，叫阿优起来了，阿优起来咯，阿优起来咯，哦，
阿优，你要起来了吗？阿优，阿优起来了。阿优，那不叫你喽，6点半喽，6:40喽，不是6点半哦。哦，起来喽。好，6:40哦，不要再偷睡觉。早上起来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我帮姐姐剪一下那个蛋饼。赶快起来了啦！6:40，没关系，你就睡吧。反正我7:05就会准备出门，啊，如果你再睡的话，就自己搭公车去。你就聚集，今天一样啊，就穿短袖配薄外套。最近的天气都是这样啊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想要先泡一杯咖啡。咖啡，咖啡，咖啡，在这里。昨天雀巢寄给我了一台。咖啡大师，这件事情我好像讲过，可是不好有没有人还记得？就是这台是咖啡大师，它这台是我自己买的啦，因为我当初真的觉得它很特别，然后我就自己买了，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打开来，就是想说，因为最近真的又东跑西跑，然后家里又没鲜奶，还又想找一个好一点的时间把它打开来。哦，早上想要喝浓一点的，喝这个鹰眼，对，这个很浓。水还有吗？水应该剩这一次而已。好，他就开始动了。等一下。然后我买了之后，其实这个跟大家讲也没什么关系，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在接一些商案的时候，中间都会经过一些代理商，就是所谓的媒体公司或行销公司。那当然有时候沟通上或是需求上会有一些误会或什么的，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，然后当然我就自己买。那雀巢那边就看到说，应该是有看到了，我也不确定。他说我怎么自己买，就是应该要提供一台给我们来用，所以他昨天又在，就是又寄一台，再到我们的公司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有2台咖啡大师。那所以一台我可能会放在公司啦，或者是那送给我妈用之类的，因为其实这个东西真的蛮好用的。哦，她要泡自己泡咖啡什么的，其实真的，尤其是热牛奶啊，真的是非常方便又好清洗。好，我看一下，这样子。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啊，我们的个性就是你好用的东西，其实就是厂商如果给我们，其实就是不好。现在以现在这个阶段，真的
我很诚实跟你讲，就是真的还有一些厂商一直想要寄东西给我们，可是其实那有时候好用的东西，我们当然即使不寄给我们，我们自己买是比较好的，就是可以至少就是讲出来的话什么各方面，像我喜欢跟淘宝合作，跟买淘宝就是这样，因为东西其实都是我自己买的，然后相对就会。大家听起来比较客观，我觉得现在其实跟昨天差不多，跟昨天差不多。今天我要踩，我等一下帮你看一下吧，我再跟你讲，好不好？那我相信其实现在观众啊也是聪明的啦，就是大概知道什么东西是商案，什么东西一看就。现在观众其实比我们还清楚，就大概知道说哦，你这个就是商案。不过他也不会，我相信你们也知道哦。慢慢的，其实观众也知道说啊，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为了赚钱嘛，所以就是要接商案。等一下我要干嘛？我要查天气，所以我要先拿到我的手机。啊，又不要睡了哦。哎呦，真是哦！好，我要查一下我的天气。我先看一下，我问号一打开就是什么？昨天晚上看的 AV 之类的，所以我的镜头还是我先放旁边。今天比较凉哦。哇，刚讲错。我看一下。不会，只有一早会下雨。可是今天比较凉哦，今天可以穿薄长袖。今天平均在20度左右。对，今天平均在20度左右。昨天就有一个可能是我的粉丝吧，或是他本身也是厂商，就寄了很多东西给我。其实我真的非常谢谢。就是愿意寄东西给我们的人，可是后来我还是请经纪公司联络他啦，就是真的不好意思，因为就好像他有寄一些手机壳，那也是很好的手机壳，老实讲，那也是很棒的品牌，但是我们就只有一只手机，我真的没办法用那么多手机壳。可是我没有办法用那么多手机壳啊，对啊，手机壳。而且其实我们对于手机壳有自己的品牌喜好啦，可是这个品牌型号也不是我挑的，是好久之前新天蔡依林挑的，所以你寄给我们，我们真的就是也，我真的很谢谢好意，可是用不到东西就是很容易浪费。那真的等好我收下来，我要义卖的时候就可能没有那个价，就是。就是过了那么久，再义卖掉，就可能也会比较没有那个价值。对啊，放进去。我放进去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关起来吧，关起来。技术很好。哎呦，你会用那个饭团吗？你那个饭团等一下给我吃，吃看口味哦。那是全家拿给我们。试吃新的饭团，他我没有拍到那个饭团啊，可是你可以给我试吃一点点吗？等一下要留给我哦。好，我刚刚弄好。昨天晚上我用那个拖地机器人，哦，那个拖地机器人还蛮有趣的。可是它那个前提就是说，你的地板一定要非常的干净。我还玩到一半呢，我昨天只有玩一下下而已。可是，就是这个真的要玩。昨天那个开箱真的很挫，可是开箱不就是这样？如果你看到那种很完美、讲得很细的开箱，有两个成分啊，有一种是如果是全部是心得，那就真的是其实都有花时间。下去研究，那如果是那种跟官方一样的，可能就是抄抄
就看看网站就可以解那个讲得出来。这一台，它不，我昨天才发现它不是。等我开个灯，算了，灯很远。它不是自己走上去，它自己把整台放上去的，就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我以为它会自己回家什么之类的。哦，最主要底下有个水盘呢。好，就这样。他又在吃饭团，你可不可以做好吃啦？你让这吃，你看这吃的不是，真的是呢。好啦，姐姐你还没换衣服，你太慢了吧。好啦，我们就拍到这里，你餐具。赶快吃一吃。你动，我一定会流汗。然后呢，不能穿太厚，也不能穿太薄。那你就穿一个短袖没关系，加个薄外套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就录到这边咯，拜拜。哎呦，拜拜，拜拜。